72.95 87.72啊，这个可以。72.87啊，87.72啊。Hello Hello。Hello Hello。在这边大吗？在这边那个港口。已经开始了。开始了啦！你们刚我你刚打算给我回来，我就收到目标了。你没有，那你再买一只，我就一只。你们有要买什么吗？多一多只，都搞都有。你趁马林哥再买一只大哥大。买一下多一多只，我没有。那你顺便领那个大哥大的钱。我跟你讲哦，我今天只想扁人哦，那个东西我可以不要，但我赶快买。哎、欸，你们的冲锋枪可以借我用看看。不要用吗？不要用这 ，no 冲锋枪，乐色。我没试过。马丁哥，我 DC 没有给你，你看到吗？啊你，啊那个。换车，停车场换车啊！对，换战车。哎、欸，我子弹有点偏少，我只有400发哎、欸，你们有多的吗？有，我有，你等我一下。那谁开车？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开车，我拿你的子弹。哇靠！你他妈什么？那什么军火库啊？我来放那个娃娃的。要领1200吗？去买个大哥大。有，我领1200。我开始是我看看。那我去多买一个大哥大。啊、这个没油了。开始多久啦？我们要算40分钟啊。开始5分钟。好，还有，那我们就算半小时。现在开始算半小时。Okay.哎，四点半前一定要干到。没。4点半前一定要干到。那个可以上桥哎、欸。4点半前哦，各位要记住啊！4点半前啊。Okay. 欸，你们那个看前面不是有时候的那个手机导航啊，都有那个指北针、指南针吗？对啊。然后现在上面有多一些数字，有地区号。哦 ，OK， 还会指五。那好像不太准。这个是准的吗？不知道。大概。哎，库奇，你那个怎么？你那个是哪个动作？啊，这个是，哎，平常市民都会使用的，假装被枪杀那样。你可以拼给我听吗？还是你要我？哎、欸，我的是那个 N U R D E R 2 N U R D E R 2 Murder。好，我跟你讲，我上次这样子一个精湛的演技啊，骗了斯卡洛夫啊。等一下再测试一下。
哎，不然要不然你们看一下车子，我想要记一下那个动作。那我开，我开，我开。我已经再标一次给我吧。啊，你看一看。有大哥大吗？有。丢给我。我的大哥大刚买位置还没跳出来。OK 了。前面上面还上面哦，还上面哦。那桥的另外一边，你这个开过去会看到。开过去会看到。前面左边，前面左边。你看到吗？前面一堆车吗？前面的白车。那个，等一下下去检查你的手枪、子弹跟保险。哎，找个安全的地方，我跟你讲一下箱子在哪里。被你拿。就在这边，在这边。桥上没人呢、欸。我想要先检查一下那个手枪。有一台 E5 白车。上车没事。哇塞，我每次在高速公路上都有两个人在夹击耶。旁边有地雷啊！地雷？你后面的？我要死我！前面有人，来上车。我觉得可以在楼下找个人扁。这边吗，马丁哥？我再帮你标一次那个，在这边。这里还挺不错啊。被楼挡住了。这边旁边都有地雷。哎、欸，这边哎、欸，那什么？那个 logo。哎、欸，不是。白痴，不是，这边是这台。干嘛？等一下，要干嘛？后面还有一台白色车四，你好。破塔台，好皮上，我们这台很猛啊！你要下车，哈哈，打不到，白痴！要下不下？哎、欸，那可以打。后面有人。下面一点。左边还是右边？白车。小心后面那台休息车，还没来。上车过去。还在，然后这边不错哦。往前，那个打那个压迫。哎、欸，他没上车了，他上车了。前面白色吗？那是他们吗？前面白色、啊。不是。这很近哦，就在这边。我们现在在正中间、啊。佣兵，可以踏右上去，那边有个小隧道，你可以开上去。开上去之后右转，可以有一个小隧道可以看。我总喷不了牛奶，我有奶。反正那边没路。啊。刚刚那条刚刚经过的有一个缺口，左边上去、啊，这边。还是你想上去那个上面的铁轨？啊，你那个缺口上不去。要下车，要一起喊下车啊！不然开车会撞到自己来。佣兵，
个脚都没人来哎、欸，还是？嗯，谁手册吗？没有呢，不是我。马丁哥，你是锁门吗？金龟车。金龟车可能要看我们呢。4:30哦，四点半，哎、欸，那你准备桥上可以打，桥上可以打，他在对面，他有下次轮胎再回来。在轮胎爆了之后，变得难开。咋了？大枪千万不要用超级弹，昨天记得打一管在你身上都没倒。怎么样？就想试老样子。反正我们不要打，不要浪费机缘就好了。你们有刀吗？你们有刀吗？我有啊。没有没有。你有刀吗，马丁哥？好吧。你有刀吗？我没有没有。拿枪。家里有铅笔啊。没事，先不要。现在没有人要当第一个牺牲的老鼠，那我该去当牺牲的老鼠，还要继续跟佣兵输赢。还是我们直接开始撸进去，我就拿娃娃，我就用娃娃机。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当然可以啊。可以吗？啊，轻松了。然后就直接撸进去，然后我找到机会我就去弄娃娃机了。跟抢一台大的游览车啊，蛮想试看看。可是那个位置会被桥上打，很尴尬。桥上那时候有几组啊？两组啊？桥上，不然就是我的位置是要挡住桥的那种。就是桥刚好可以卡住我的位置。哎、欸，那个，请给我法拉利等级的速度。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啊！这一套的、啊，谢谢 JC。其实蛮痛的。你头有没有感觉脑震荡一下？没有呢。什么？你干嘛？你干嘛啦？抱歉，抱歉，抱歉，你干嘛啦？我是看有没有办法马上搜索。不行的。哎、欸，没有没有喝的，我好渴。手上镶有牛奶。好、哦、谢谢我收到。对啊，这个跟你讲，以后在那个车后面啊，不见得要蹲啊，因为蹲的时候有时候头还是露出来，这样出比较舒服啊，知道吗？对，你这个可以那个吗？我跟你讲，马丁哥，你看、哦，你看、哦，你看、哦，这样来，然后我起来喽，是吧？你这个可以很快躺下去吗？还是不行？哎、欸，哎、欸，那个马丁，刚刚我们经过那个靠港口那边的时候，不是有个小缝隙可以进去吗？那个娃娃机在左侧，不是右侧？哎、欸，估计手机给我，他妈的，我受不了。给你马丁哥，你等下再看一下。这里你没办法啦，
有个小缝隙啊。那刚好，大家看，刚刚进去的时候，闷剩二十分钟啊。我跟你讲，我已经预备好的娃娃了。欸，怎么是新的在修车？怎么地上那么多轮胎？没事啊，他们往法拉利最高级服啊，太神了。可以吗？不能。啊？那个你配配哦。啊，一一八。一一八吗？枪掏出来啊！忘记停车了，他妈的！你擦了？前面停一下。这边要小心，轮子会掉。15分钟，马丁哥战术怎么样？直接干佣兵了吗？直接撸进去了，然后我抓紧时间解。对，我们目标是佣兵嘛，对不对？你们进去看谁的，看谁的操谁了。好，你就先扁同一个啊。那、啊、你就扣拿打那一只啊。不对啊，我跟你讲哦，如果离我很近，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我就直接拿刀往上捅啦。可以可以。还剩几个箱子、啊？都在，都在。哎、欸，这边有人，这边有人，一群群。不要理他，快速开走。他们下面。上面还是有人吗？上面不知道有没有人。看一下，看一下，看一眼，看一眼。哎、欸，有，在打吗？别他们，别他们。左边蹲着的，蹲着的。打那个在跑了，在跑了。马丁，你还好吗？没事。可以稍微往前。哎、欸，他们这怎么？他们后面有白色衣服的、欸。等一下，他们白这种白色衣服的。对，来帮我们加他们，打他们。注意后面，刚才有那椰子头。OK。他们跳了。打白虎吗？太远。哎，走了。可以走，快走。可以下去。那个他们被压下去了，那个打响那个跳下去的人。我们那个铁轨正下方也有人哦。啊，你右转。有听到了。右转。左边草丛有人。左边刚好看到枪线。对，这组。他妈一个。上面两个。哦，一个。一个是两个，空心。
我的哥干他！两个哦，两个，两个，两个。Pit 他。然后回那个角落，别掉下去。我眼睛好不舒服。哎，这个这个后面后面，别他。来啊，开到他旁边。开开开，然后把他弄了。下车下车下车。兄弟，他怎么倒的？这佣兵，这佣兵。上车上车上车。哎，开马丁马丁开过去，我用走的。我弄娃娃机，我弄娃娃机，我弄娃娃机，我弄娃娃机。可以可以。往外往外加枪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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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万可两万两万，有了有了。上车上车上，不许上车。这可以，我们可以卡里面的，我们可以卡里面的，我们可以卡里面的，认真，走走走走走走，撤撤撤，准备有人，准备有人，你开出去，你开出来，开出来，我们掩护你，你开出来，先跑，先跑，对对对，你开出来，你开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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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跑，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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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OK， 我帮你们挡，再跑，再跑，再跑。再跑，再跑，不要再开枪了，再跑，跑跑跑，吃我吃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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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好，右转右转，哎、欸，右转右转右转上车，右转上车。前面有人，有人，有人，哎，马丁走，马丁走，马丁走，左左，马丁走，马丁走，左边直转，直转，直转，马丁左转。我在高速公路这边。卡缝，继续走，继续走，右边，右边，右边，右侧，右侧，我在这。多久？十二分钟。哎、欸，现在还有十二分钟。对对对对。哎、欸，那个去看去看去看租车点，去看租车点。现在什么时刻吗？怎么样？猎杀时刻。他妈的，等下看到你就操啊！妈的。去看租车点。还有几个箱子、啊，两个都在两个两个两个。好 ，OK OK。我等下，哎哎哎，马丁，先不要开过去，我拿东西，我把我的物资拿出来。等一下哦，等一下哦，你找个安全地点，让我下车，我拿把我的东西拿出来。那拿，等我拿子弹。这有人，这有人，这有人，不要下。哎，叔，哎，这有人。OK OK。上车，上车，上。给我安全的地点，我下车拿东西。有安全，没有轮胎，没有轮胎，这没办法上去。这眼睛扎很慢啊！操。啊，这里往这边往里面进去啊！我还没有锁车。你锁车，然后等一下我拿好东西，我们去租车子。我在这个草丛。东西 check 了，我们就出发。再拿吧。这十分钟要拼啊！所以我们刚刚把佣兵都干掉，是不是？那不是佣兵，那不是佣兵，那不是佣兵。那不是啊 ，OK OK。哎，这可以可以，走走走，我们走到注射点。现在是啊，现在是，哎，等我一下，你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你 OK 吗 ？OK， 跟我走。OK， 再出发，没关系，我们今天已经算有断道了。前面有没有看到那个隧道？走道走道隧道，要打平吗？跟我走，跟我走，隧道隧道，okay, okay. 左边左边左边有。OK OK OK， 抓抓抓抓抓抓。追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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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撤往前撤。刀拿好，刀拿好，刀拿好。打左边的，拿刀了，拿刀了，我要撑过去了。过去，过去，过去，过去。哎、欸，马丁，过去，注意，过去，往下跑，往下跑，追。下面草里，妈的，我来了！打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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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左边。好，左边，左边，左边。狙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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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狙！他们对家还有人，左边还有一个黑的黑的，左边有一组，左边有一组哦。打那个打右边的，右边打右边右边在爬的，
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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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过街，哎呀！前面有两组，前面有两组，不要过街。看情况。左右边走大右。他们走桥下，他们走桥下了。可以过，可以过。我们可以回去拿箱子，要吗？扁他们！哎、欸，他们开始走，走回去。我们回去，往回走，往回走。回去。往上走，跟我走。刚刚那个下面那边有两组，一组是被我们打的，一组是完整的一组，他们下去追了。好，可以回去。小心那个，小心隧道会有汽油桶哦。隧道刚刚有一组。隧道有人看到了，很远，我想要转角捅人。可以，那是右兵。哎、欸，上车。不要乱跑，那边有个油桶。还有八分钟。我要从那个刚才那个可以溜滑梯那里进去。我这把暮色黑都已经忍不住了。继续操！啊、不要屁话，认真了。等一下我会先扁那个库奇打的人。到他。好。哎、欸，角落，左边角落。不要，等一下。哎、欸，好，那个马，等佣兵，那个等一下，两个人，那个库奇，等一下拿刀冲过去扁他们。行、啊，我们再绕个一圈。可以。哎、欸，不要这边。马丁，我觉得刚刚那个位置不错。因为下面好像还有人在，第一次被打的，他们在听车声的，哎、欸，这边一个，他一个呢，我觉得可以压他嘞，我觉得可以压他嘞，压死，哎、欸，顾奇，你的刀子。右边的。我有打到出去，库奇退。对，左边外面，五个中啊。这个饼干。库奇再一次。库奇快跑！打那个，外面的。掩护！试一下，有木？后面有人推过来。跑！用跑了。跑起来吧！没事，这边没事。我们后面总是有其他人啊！妈的！没办法，没事。绕回去，我们原本那边，绕回去我们那个一开始进去那边。顾景在吗？在，我在马丁哥后面。OK。一开始进去那边。我受不了，受不了。哎、欸，顾景，那个等一下，如果没有插到他的话，你先帮我扑倒他，我扁他。行。不要害自己跌倒。我们先讲一下你那个饼干有没有吃好。有，我状况 OK。OK， 马丁呢？后面有下车。跑进去。马丁，跑进去。左右边不要走里面，转角，等一下，等他们出来一点。我要死，直走，继续直走。这个夹角，这个夹角。
这里反这里小小小沟沟，这里这里。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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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有台车，哎，他们要追过来哦。追过来喽。这里这里躲一下，这里躲一下。我躲一下，躲一下，动作很差，动作很差。不是你，你错，为啥要出去？掩护掩护一下。哎、欸，马丁。他过来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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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墙翻墙。不要翻了，不要翻了。他们回去了，他们回去了，他们回去了，他们回去了。可以，可以，可以。我是个营卫的。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回去哦，可以回去哦。等我。OK， 等你，等你。他们在角落，巴士后面那个角落，你可能没看到了。啊！不要打，不要挑战佣兵了，跟我走，打人。走。好。看到你的哦，看到你哦，过去。马丁，没事。那个夹角，他们在那个夹角、啊。这怎么就扁了、啊？不行啊，这个只能让这个只这个他们一直看着我们的话，我难扁的。马丁哥，你很皮哦，嘿嘿嘿嘿。哎、欸，他们被打，他们被打了。右侧在打，右侧在打，让他们打，让他们打。不要打右侧，打左侧，打佣兵，把右侧压过来，右侧会压过来。来，跟我走，到大左、okay ，我们跟右边的稍微合作一下，我们打那个佣兵。不是，你这边没有掩体啊，马丁。右侧退了。挠挠，啊，走这里，左边。哪里啊？啊，估计你去哪了？为什么你都不在他这里面？我在你后面。我在这里，你很奇怪哦。有个佣兵站着。不要等，没关系，不要，加油。右侧有人，右侧有人。等右边。右侧有人，右边只有不要，不能站这边，不能站这边，快先跑，不能站这边。右侧斜坡有人。回。快、啊，回原本桥下。妈，他旁边在抽插我们啊！哎、欸，我要用凝胶，我凝胶 cover 一下。我跟你讲，剩两分钟。我用凝胶、哦，我在你后面啊、哦，我用凝胶，看我一下。下面有人，下面。库奇压那个，哎呦，库奇那个小刀。退一点。退一点小刀。给库奇空间，快点，赶紧。上来，躲在中间。后面桥上还在打。桥下，我们上面会有人打、哦、我们上面会有人打。跟我走。不要，那边有人。马丁回来，那边有人。我看到上面。回来。卡住这个夹角，卡住这，没事，卡住这个夹角。来这边，来刚刚这边，来刚。有烟味在吃。来桥下，对。我还要再崩一次，我还是用一次凝胶，看一下下面。用完换我用，我跟你讲 ，rush 下面的，你拿刀，可以，行，崩一下，很快。不管，我要上了。哇，我要缝，没事，不缝了。OK， 接下，要下就接下，走。冲，快走。看到人吗？走这里。右边。前面。拉上去一点，拉上去。我要下去了，可以下去了吗？再一下。再一下。可以，马丁，估计前面那个夹角，前面那个夹角。好。打那个没面具的。再绕，给我点距离。我要砍树。树后面的。在啦，妈的，库奇，继续，继续，掩护我。有，跑起来。你快把人拿刀了。拿到了，跑起来。打，剩一个。再一个。
妈的，去妈开始跑啊！他下去了，他下去了。我不要放过他。你游快远一点，你游快远一点。啊、水里还在跳，还跳，还跳，跳他！哎，水底下，哎，水底下，哎，水底下，水底下，干他，干他，小心，小心安全。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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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打打打，回去回去回去！他妈的，这边惹我，操！我的炮炸的不好，可以给我崩一下吗？下一组，来来来下一组，下一组，你先崩，你先崩。我们先搞，我们先搞一下状态，搞一下状态。哎、欸，有人，有人，有人来，有人来，他们被打，他们被打。下一组，下一组，下一组，下一组。上面还有一组，上面还有一组，上面还有一组。不要不要上去，不要上去。翻翻翻翻翻！啊，我掉下去了，等我下。落单的游兵，落单的游兵。帮帮上去了。继续继续，他不好，他很不好。后退后退后退，有三个有三个。好，后退后退后退。蓝色箱左边，蓝色箱这边。位置不好，位置不好。刚刚那个白色衣服的有没有倒？好像倒了，跳到水里。对，他们都倒了。然后倒了，倒了，倒了，倒了。确定，确定。但这位置很远，我不好搭，我不好搭。哎、欸，把那个树。还有有没有洋芋片吗？你要不要先跟我汇合啊？哎、欸，那个不行，上来蓝货柜，来货柜。烧烧烧烧。东西还在，东西还在哦。欸、我在想要不要火，我不火，我不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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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火了。上去上去，刚刚位置，去刚刚位置，来来来，去刚刚位置，走走走，加点，加要、快点要快点，刚刚的位置，来来来，我在前面，我在前面，快点快点，枸杞继续，刀客刀客，来了我来了，我听到了，准备办法，可以可以绕后，可以可以吃背后，可以吃背后，来来来，我等你们到，等你们到，我等你们到，我会等你们到，刀客过来，好，等刀客。刀客来了！有有有，他们在看前面，看前面，走起来，走起来！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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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突进，突进！左边有人，不管，不管，不管了，不管了！干他们！压过去，压过去，压过去！压了，压了，不管了，不管了！右边，你右边，走，你右边，你要去哪？要退，要退，要退！往左，往左，溜滑梯，溜滑梯，往左，溜滑梯！退，退，退！压上啊！哎、欸，帮库奇，帮库奇！啊操！有一个打一个右边倒。退退退！我在。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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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退退退！转角。退一下，退一下。OK OK。这边主要进来打。哎、欸，后面你后面有人，左脚左，哎、欸，过来过来过来左转，过来我这边左转，左转左转再左转再左转再左转，可以偷扁佣兵，可以扁佣兵，对对对，然后我看到布局怎样吗？在地板上装死装死，后面有一台车，还有这还有这，我闪我闪，卡这个夹角、啊。屁股会来人的，因为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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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下车。OK OK OK。他会来我们这边吗？他会来我们这边吗？你跟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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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走。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再等一下，你枪都快快了、啊。哎、欸，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吗？没东西，没东西，没东西，不要去了。擦干你。哎、欸，那我们我可是我想把佣兵扁掉啊！妈的，受不了了！哎、欸，他们拿冲锋枪了，算了算了算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车都被开。哎、欸，我操！哎、欸、呀，我们打机把库奇救走。库奇他在里面呢、啊。哎、欸，他在垃圾车那边。哎、欸，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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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可以比，可以比，可以打他们打。不要，不要。
哦，不要骂，不要骂，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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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啊，我们有拿到。不是那样子，我们都已经打成这样子了，我们那个箱子拿不到啊。胜利啊！胜利啊！干了多少人呢？都不知道，干嘛？弄了两三组吧。我想要拿东西啊！不是，你知道库奇出冲了，然后他连人在哪里都不知道吗？他如果右转去捅佣兵，我们就赢了。有，他刚刚有捅到了，他被推倒了。不是，他是第二段才去捅他的，就被人家反应了。你刚应该要。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因为他应该他要当箭头，他拿刀、啊。没有，我先顶佣兵，我又退了。没有，那这样子，那这样子你要打二排、啊。不是。哎、欸，前面有人。收光了，收光了，别留了，别逗留了，别逗留了，冲锋枪很危险的。接，可不可以个大兵车，大兵车？哎，大兵车，大兵车，大兵车。你去租了，去租一台了。好车的。你的车在右前方。右边，那你右前方，因为在你右前方，玛丽。哦，看到了。啊，我要开始修，赚多少啊？两万呢？好多、哦，买车了，一五啊！妈的，我终于把我的娃娃弄掉了。哎，不对，马丁，你先帮我缝，等一下我晕倒了，完蛋。晕倒了吗？我怕我晕倒了。哎，对，那边。快一点，快一点！不要，没关系，别人会过来射我。哎、哪里？这边。有两边要缝啊。哎、欸，来得及到医院吧？先止血。没有人，你这都要缝，我看我要缝。哎、我知道缝，去医院比较好。我们都退了，对不对？给、okay. ，来走。等下要止血带，然后再用止血回家的。直接送你去医院，我再说。我先去医院。估计啊，这次功成身退啊！你到了几个人？到了三个是不是？还是不止三个？哇，那你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么快啊？当然啦、啊，一次过。都有偷练是不是？我没有偷练啊，这是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来的吗？没有错。我只要很专注，很专注，我只能。我在开始之前，我要跟我自己说，我不能失败，那我就会成功。嗯，然后你手就一二三四五六七锁烂。对，对，用那个，我已经锁定你的，我锁定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不是，你当你在玩欧鼠是不是？还要开隐藏？对，那如果这样子时间长这样的话，那个东西根本就拿不到。我们如果刚刚再多个十分钟的话，我们一定拿得到东西的。没有，不是一直说不要打左边或打右边，只是左边有空，右边有空间用。不是、啊，我觉得我们刚刚那个位置那个夹角一直就卡佣兵，把那个佣兵全部抄烂就好了。啊，对啊，就是一人卡一个角嘛，感情不会散啊，大家把佣兵也抄飞了。对啊，我们在佣兵他妈的结束还会拿冲锋枪哎，操！然后有人偏偏要惹我啊！就有人就是要偏偏要惹我们，那只能跟你说 sorry 啊。我刚才有点火爆，我跟那位先生说道歉。
我说再惹我啊操啊说你跟哪一个说刚刚海边那一组哦海边那一组那个迷彩军服的就是昨天拿那个冲锋枪去打路的真假还拿冲锋枪、啊好、啊，你先下车吧。OK。拜拜。哦，补血了，补血了，昨天花的都补回来了。啊，一直打我头啊！一直啊。怎么啦？头跟手都好痛啊！帮我检查一下好不好？哇，你是什么情况啊你？流血、啊。哦，这哦。哦，我刚刚有稍微处理一下，只不过好像那个你干嘛受伤？你头部很严重哎、欸，很严重吗？好晕啊，好晕啊！对，就是问你，你干嘛啦？哦，被好像有被子弹插到啊，然后又有被车撞啊，被车撞啊，这么严重？哎呦，我有，你疼一下，疼一下，狂。大家现在都在拿近战，看一下。插到我，我想一想哦，哎，好了，帮你包个绷带吧。不合作一下，我们合作一下。配合，配合。头部的部分。啊，你等我一下啊，哎、欸，我要拿东西啊，我要拿东西，帮我看着他。啊，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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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哦不愧才不愧、欸、哦哎、欸、小生我跟你讲小生他这个不是在搞啊他在救他、啊、小生这个刀的不错这个刀给纽约现在历史以来第一个第100分女刀客他就是女刀客小生认证的你刀哥，他救了他哎、欸，他他不止他不止不止很成功的反杀了，他不止很成功的反杀了，他还救了一个人啊，对不对？他还救了一个人啊，太棒了，小镇，太棒了。等一下哦，真的纽约第一女刀客，我就颁给你了，好不好？没有人比你更会刺的。我要海雕了，我是你要海雕了。我们两个其中一个。太棒了，是不是？因为我的。医生，医生，我被抢劫了！我被抢劫了！哎呀，我操！就是那个刚刚那个国家救难队救回来之后，他小碎又晕倒了。那个人呢？哎、欸哦，等一下，叫等一下，我先记得这个。哦，那个是，那个是不许跟水天。哎、欸，那个铅笔有空吗？啊、我这服装啊不吉利。哎呀，铅笔。哎呀，等一下再去买一套。这个里面有一个冰棍，我们要换一套。这一套，请我们下家的全员全部丢掉。把我的问题走了。对，冰棒。等下去换一套。还有马克。那刚这样的下家的战力不错啊。这样这个啊。这位。那怎么了？什么？刚好这样，你是说刚刚要抢东西的人吗？啊。可是他怎么讲？还是要看评估吧，因为他确实要抢啊。如果小生给他抢的话，那代表说他就是要机票了。
那小碎不是就是 Q can relax 吗？对不对？也是的。I go to smell sleep。就等一下啊。Smell sleep。Smell sleep。不许说是去当兵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一下讲什么了。熊的英文是什么？熊。熊。我在你旁边，你把我扛出去，我现在给你，我单开的吗？你收到了吗？还是还没？什么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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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你旁边，你把我扛出去，我现在给你，我单开的吗
拜拜啦，乖乖死喵白，拜拜。嗯。刚刚我在那个昏倒。我刚刚被没有，我跟你说，我刚刚在树后躲子弹，就有一个我也看到他跑过来，我没想到我站在那里，他就一刀，哎、欸，我上次才被子弹换。打到我的喉咙、欸，以后一直手机响。为啥？无线电多少？哎呀，没事啊，八七点七。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也没跟我说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干嘛对不起？干嘛对不起哈？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怎么了？这个大叔，对不起啊！他刚口吐方言啊，没事。没有啊，我说还敢弄我啊！我说还敢弄我、啊，操！啊，凶啊，凶啊！你讲话吗？我刚没听到嘞。没有，不是讲你，不是讲你，不是讲你啊！哎，没事的，没事。他讲你啊，苏怡，笑死我了！你讲我，我没关系。你讲我们，所以呢就有关系了。这个是哪位啊？这个是哪位啊？我他二哥，你们夏家二哥啊？哎、欸，没看过，怎么这么帅？可以看一下脸吗？对啊，好帅啊，好帅啊！哎呀，哎呦，帅哦！先不要，你等一下，那是肯定。可以跟你二哥要个电话吗？你跟我要电话也没有，你把他当明星了。来来，我跟你说，一周有七天，哎、欸，你基本上有五天电话是联系不上我的。你想要联系我，只有我联系你。啊，我联系你的情况下呢，你也只会收到一通未知号码，那叫做公共电话。想睡是好像我也是一样哎、欸，一周有七天，有五天。那、啊、你们是同道中人呢、欸？你同道中人哦。嗯，然后打拨出来的电话大概十块，只能讲三分钟。OK， 估计你干嘛了、欸？就继续小睡，继续小睡，十块三分钟。哎呀！为什么？医生，不好意思，这个刚刚那个小睡的，小睡的。哎、欸，小睡是不是？再说一次，不要小睡，每个都给我小睡。小睡为什么？你们听到？我开个三十块吧。你们听到？你们听到？哎呀，不要听！不要小睡、哎。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哎呦 ！Oh my god！ 我没 K。哎呀呀！我是不会遗忘。喂，非常的，我来报喜啦！我们刚刚弄了很多。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好好。什么意思？
么意思？你看一下 VOD， 好，我看一下 VOD。哎，喂，哪里啊？啊，什么东西？你在哪里？我说你在哪里？我在医院啊。医院啊，你可以出院了吗？可以啊，我现在很好的，我没有倒啊，我没倒啊。啊，我去接你啊。好啊。罢工一下，罢工一下。不然说那个是谁？不然说那个是谁这么疯？其他人他妈的不知道为什么都不敢接兵。问都。你说就那个疯子开个那个货运车开下来啊？我反正刚好到那边啦、啊，我就懒得绕路了，所以就直接开下去。我反正跟你讲说，哎、欸、妈的，有一个疯子，那个反正就是要看病啊，真的。那个开那个楼梯下来，所以你觉得我神经病之类的？没有。如果只看到那台车的话，没有啊，你这样就是双标哦。你是双标仔、啊。我没有双标啊。哇，你双标、哦。你可以啊，其他人不行啊。对啊，那这样你就双标啦。那对你双标，就是不是啊？这样算双标啊，这样双标啊。你可以，其他人不行，那不是比较很好吗？啊，不好啊。为什么不好？啊、你要就一起骂、啊、要就大家不骂、啊嗯、你自己也不喜欢双标哦，你不行双标。你下次开正常的路 OK 吗？啊？你下次开正常的路 OK 吗？哦，正常的路吗？哎，对对对。我们刚刚吃饭了好几组啊，哭泣拿刀，手起刀落，砍刀起。啊、哦，手起刀落。对，手起刀落。看来我下次也不要拿枪拿刀。感觉可以，感觉下午三个人的话，一个人拿刀，两个人拿枪是顶配。OK。也我跟你讲，哎、哦，那个不行，一定要拿刀。那你一定要拿刀。哎，雪梨。然后我们刚刚拿了娃娃机，只不过如果再多个五分钟十分钟的话。我们连个箱子也不是问题啊！啊，你就照这个气势到晚上、啊。照这个气势到晚上吧，我觉得晚上，哎、欸，我讲无线电。哎、欸，库奇马丁，在停车场医院。我觉得晚上我们得联合去抢地盘。晚一点讲，晚一点讲是吧？我不注意这个，我只负责开枪。好，我跟你大哥讲。看着 VOD， 嗯，这我的枪快打坏了，等一下去抢点一下。哦，那七点才开门吧？好像。七点吗？彪哥没有写吗？对啊，你没看推特？我没有呢，推特不知道什么都没有通知。推特他有发，你关通知了吧？我没有啊。那就重开啊，重开通知看看啊。他七点到凌晨一点吧。看看啊。我是有看，我刚刚是有看到彪哥啦，你可以问一下彪哥有没有。营业时间七点一点。对啊，你不然你问一下彪哥。啊，问他。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存彪哥电话。我有啊。我给你。OK。
他的电话在哪里？绝望中的风筝的灯吧，天涯中的灯吧，灯灯灯灯。哎，把它删掉了吗？这边在干嘛呢？啊，看那个啊，看新闻那边，我记得有新闻啊。哎，我找一下。牛蛙岛，你有去过牛蛙岛玩吗？没有，没兴趣。感觉我上次飞回老家的时候有经过。为什么新闻在帮你发招聘员工啊？啊，到现在只有一个新人了。因为我不吸引人啊，大家都那么无聊，这么无聊你做得下去了？我没办法。没办法是什么意思？哦，本来就想要开车场啊，没办法。是你自愿？我记得我有彪哥的电话啊，奇怪。你打个彪啊，没有吗？还是你把他、啊、你把他记成那个，把他的理论人的名字是枪链。是，我就是他的名字。还是你的联络人太多人，你找不到。看过一轮了。那、啊、没事啦，我晚点。黄子，就只有玛利亚可以治愈我的心啊。你有彪哥的电话吗？你看跟那个我说你有彪哥的电话吗？我骂的，玩得很开心啊。啊？没事啊，晚点再过去。没关系。发现这个，他的新闻那个 app 的名字不是纽约新观点，它是纽约新观点的。那可能被抓了。这已经很久了。真假的？哎、欸，那好 ，OK，OK，OK。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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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很久了，我很久以前就发现过了。真假的？嗯。我没有。那我跟他们说了。然后他们好像没有人很 care 这个。反正就是没人发现。嗯。快，等一下应该会到商店附近吧？啊、哦，好啊。顺便跟彪哥要一下。我们打了。我从此一个佣兵啊！不要回转，麻烦。我才是不是就是你们？他妈每个人都说他同死一个，同死一个，我根本就没有啊！看到整场下来只看到，我只看到一组人拿枪打佣兵啊。整场下来，我突然有人有一组打佣兵，然后其他组在兵我们。他拿大法的出来啊！妈的，来打为什么拿冲锋枪出来？收枪时间到了，大法才会出来。哦，收枪时间到了，大法才会出来啊！哦、啊，那以后我不记得，不记得。我没有拿到大法的时候，就是没枪，就只能跑。知道吗？啊！你要硬干就是躺着。佣兵他只剩一个人了，可惜了。躺着。枪店在哪里啊？枪店在这边，这边。送货啦！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哎、欸。啊、如果佣兵倒了的话，在时间内倒了，那时间之后是不是还是可以拿？这个理论成不成立啊、欸？我觉得不成立。哎、欸，我还是觉得啊，应该啊，不成立啊，会有新的佣兵补进来，会有新的佣兵补进来。怎样啊？出什么事啊？对啊，不然大家把那个佣兵都干倒了，然后大家又拖了什么40分钟、50分钟、1小时，都还没拿箱子，你觉得那个佣兵会不会再叫支援来把东西拿走？我觉得有可能，有可能。
哦，乌龟吗？还是我们一样的就好了？我都是那个 Gloss 七。啊？我觉得 HK 比较。哎，没有配件哎，你问的那一把没有配件。一个轮壳啊。那把就好了吗？哎、欸，对 ，OK。那你上次给我买的那一把，哎、欸，是你给我买吗？好像还没给钱。这我可以再买一把吗？可以啊，可以买再买一把。再买一把。哦，我先开单子给你。这个是女刀客本人，纽约女刀客。你的卡号是？109 okay, 猛得一匹，收到收到，希望我下次不要遇到他，对不起，希望我不要遇到他，我手一直抽筋，我操，离我远一点，离我远一点，你看一下手机，再关掉看看，关掉忙吗？对，他在处理客人，等他一下，你们等我一下，他要买枪，我在寄资料。OK。老板，彪哥有上班吗？我发呆一下。啊？还是我帮你叫他？啊，我跟他交换个电话，发现我的电话不见了。好，彪哥，你有空回来一下，那个瑞莱的厂长找你。然后他回来一趟，只是要电话而已。帮我把这把放回那个。啊，没事啦。家里。哎、欸，彪哥，跟你换个电话。哎、欸，厂长怎么了？你那个电话，我电话簿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哎、欸，我也要，我也没有。你有我的电话吗？哎、欸，我不知道，好像没有，没有接过你的电话。有了吗？哎、欸，有了，我看到了。有啊，飞飞，你再给他一次，你刚刚给到我。什么？哦，有了。喂，感谢彪哥。哎、欸，不会。啊，你要等吗？我要那个拿枪跟你修枪。我给你枪给你。那个张先生，我给你要求的枪。我先把枪拿给你。啊 ，Allen 啊，不是 Allen 啊。可以了。亚历山大。怎么啦？大哥，那个修枪也是这里吗？你口袋几号？对啊。1/21，找他。我想要修枪，然后买同一把枪，再买一把。口袋几号？1/21吗？对，你要先出示你的枪证。你看一下，不是，但是眼睛认不出你啊。啊？但是眼睛认不出我。你太黑了。Okay, 等我一下、哦。太黑了。对啊，看不清楚你。你也是一直在换发型啊？我没有。你什么？我然后你都。哦，我不换了。我在国度在找。刚说你要一样的枪吗？没错，这一把。Solo King， 我也找不到他呢。啊，又死了是不是？对。啊。这个人很容易就死亡。啊。你来干嘛？买枪哦？没有啊。问你。啊，芬芬有来修枪。为什么不去上班？我在送货啊。什么叫为什么不去上班？你是我老板吗？哦、不是嘛，那就是很多人要修车啊，你要上班。你对啊，就是我厂里有员工哈。哦，对了，我忘记了，对不起。你知道为什么要一直换发型吗？知道。因为这样每天都有新鲜感。我先开那个枪的杆子给你。那你自己觉得有新鲜感 是？没有，给别人嘛。啊，给别人。对呀、啊。啊，好啊、哦，知道了。但就不会腻了。你的卡号是？63号，是不是 ？OK， 有收到吗？只是有时候就被人家认不出来。来，枪给你的，你检查一下。那你要修的枪是什么呢 ？OK， 你看一下账单有没有抽145。有，是七。你不是？还没有要修枪吗？跟那个，你没有一个适合我的。猎豹，我先拿猎豹的。我每一个都不适合，你没有一个适合我的。不是，彪哥，你不是差点忘记，你就是忘记了。秀气吗？这个头发呆呆的啊。开掉了。太秀气啊！不是呆呆的，不适合你啊。对吗？有了。我要记得。但看起来有点像 T， 你知道吗？这个修枪，我这样像女生。就这个大概多久？哇！不然我剪掉，我剪掉。刚刚是多少钱啊？东分。现在娃娃机多少？这个吧，你只是我的帅脸。
那不然我要怎么样嘛？啊，什么东西？现在我要挖地砖。好，看到了。等一下，我需要两万。哎，要修墙的，来来来。两万的。对。然后嘞？谁？车主谁？问一下名字没？我就问一下。色车是吗？对，90。我回去就痛扁你，跟你跟你说。你们这样帮我赚钱啊！看他要不要去。真是哈。他家不会有讯息。那多的值得吗？哎，为什么会多一个手提袋啊？哎，等下，来，这个两万是不是，那我，下次简单。那一直个2000也好啊。这放娃娃是。等等，等下。等一下啊、哦！我把这个销毁，他妈的！等一下，等我一下。哎，怎么多一个包包啊？等一下回来嘞，妈。那个。我在送货，等一下就回去了没？那个。你刚刚说什么？我说等一下回来嘞。OK。那个不知道什么包包，刚刚分开变两个，我丢了一个。笑吧，不的病，恐龙扛狼扛狼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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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别，没看。哎，你小心地图哦，你小心地图哦，旁边那个，你小心地图哦。冲着我来，不要对那个女孩子，冲着我来啊，不要对那女孩子。小心地图哦，我没看。哎呦呦呦，我没看。想问一下，红色衣服的这一队的是跟谁的？你是说戴的猫头那个吗？我只能跟你说，你队友害你没摸到箱子。我知道，我就要看。这里是歪头。如果你队友两个人帮你 cover， 放在你前面，你就拿到了。刚刚就叫他们救我了，他们太菜了。可惜呀、啊！还有一只小马，给我偷东西，偷了一个娃娃。你打扰生活，你不要折磨人。来，新回来。有点东西、啊。哎呦！你们哇，像是闲杆佣兵啊，好不好？拜托、啊，救救那个猫头哥。欸、那个娃娃机其实是有时间差的，他们刚好佣兵去打另外一边，我们那个就刚好卡到那个时间差。不错，今天打得不错，今天 MVP 是哭泣。哎、欸，过去。哎，你这样晚上，你这样晚上还有没有信心拿得到啊？爸有啊，我跟你讲，现在信心大增了、啊。信心大增是不是 ？OK。但是这波佣兵比较聪明，我到这里送完了吗？他们会试着把我扑倒。哎、欸，我有啦，我那个有，我有帮你 cover 那个人才倒的，那个佣兵才倒一个。对、啊，因为前面我不捅，是因为我在左扑倒。先把你载到人来。OK。你捅下去就还好，主要是你一开始先进那边你跑错位置啊，往左边跑，人在右边啊。我知道，往右边跑，那个三个人是完全枪线对着我、啊。
是你一出转，不是你一出转角捅他，他就没他就没没有反应那么快，你懂我意思吗？佣兵那边吗？佣兵那边吗？对，佣兵那边，你结果你往左转，没有啊？那个库奇其实第一拍进去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你在哪里，你知道吗？我看佣我在打佣兵，没看到你在哪里。你第一拍的时候往他往六华金那边跑了，又不是在佣兵。因为那个刀客很吃第一拍啊。对，你就第一拍一定要捅到，没捅，然后再退，不要这样往左边跑，错失两击。如果你第一拍就直接冲上去捅他们，然后他们会很乱，乱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一直射，就应该就不会倒了。反而是我们枪先开了，然后。他们已经拉距离了，你才过去捅他，这样没办法帮你。库奇在哪？在收藏。有钱领吗？亚历山大。在找哈林。我给你给库奇两千。我今天捅四个啊。我跟你讲，我们那个高低差那个下面那一个迷彩的，他们三个人都是被我干掉的、啊。什么？对啊，不重要、啊啊，不重要、啊，弄得他把好多主人好爽啊。对啊，对啊，而且又拿到娃娃机啊。捅人这么多人，那个箱子他妈的。不要野性啊，猎杀时刻啊。我觉得再给个五分钟，我们肯定拿到箱子啊。我捅了一整个下午，这个刀很耐用啊，现在耐久度还有86啊。啊，晚上就看你那个刀客发挥了。晚上啊，斯卡洛夫啊，今天我就会成为他们的噩梦。我想到了，我们晚上穿 T 西装。哎，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今天衣服太赶，我是黄色的，感觉我被目标啊。对对，你一定会先被扣，打那个黄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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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超明显的、哦。啊哈。马丁哥存钱了，拿多少？两千啊，两千、啊，一人一千、啊。那你们要干嘛吗？我等一下应该会先种一批大麻种子，然后我想要买一把枪。啊，差不多可以午睡了。你看，有小林的加油，真的有差。哇哇，直接那个枪拿的有够稳的。小林有你加油，我直接捅四个。一管直接射在人家头上。那个术后的真的有点可怜，他、啊、吃多一多汁。我看，我哎、欸，其实我的角度是看着你。把人化开来、欸，那个角度很爽、欸。我、啊、看你一刀一刀就一刀一个，那个人是直接被你化的不要不要的。我看到后面，啊、我说哦，这个哭泣，真的。就刀客、哦，就快刀侠。快枪，不要快枪就是 MVP 啊。对啊，因为你拿枪会快枪啊，所以你还是拿刀就好了。真应该把我衣服再画黑一点。你可以找看看有什么人是用刀比较厉害的。哎、欸，你有给小林五百了吗？马丁哥，我拳头很厉害，棒球也挺厉害。你打我啊！我不信。五百。我现在身上没有放球棒哎、欸。没有球棒吗？我要跟你用拳头之间的对话。哦，刚好我有一根哎、欸。啊？等一下。小林，我没有啊，重点是我没有啊，这样不公平啊。那拳头啊，哎呦呦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踩他！不是你刚才是不是？你刚才是不是？哎呀！踩他，踩他！哎呦，哎呦，哎呦！他擦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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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擦一下。真是的。别闹！啊，干嘛？
那米干嘛？怎么样？怎么样？好吧。他跟我 PK 啊。哦，他跟你 PK 啊。哎、欸，对对对。哎呦，你那有500哦。扑他扑他！哈哈哈哈哈！掉下去了！喂喂喂！我操！我操！哎！啊！死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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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快点！不行了，我不行了，好痛啊，好痛啊！认输啊，认输啊！我认输了，我认输了，小林，小林，你怎么带的那个玩？我认输了，我认输了，我认输了，小林。你不接受他的认输？我们刚刚就是置人于死地的。你不是一直都很想打他？好狠啊，小林打人都不有任何的一个扁你，真是哎。为什么你打了这么多下他都不会倒、啊、嗯，因为拳头很软啊。真的吗？我试一个。啊、马丁，你再补他一拳，应该就倒了。我不知道。你在打我就代表你爱我，你真的要打吗？不好吧，不好。哎呦！哎呦！我有一拳打三个。哎呦！哎呦哎、欸，下去了！欸、小林，哎呦！在干嘛？在干嘛了？在下边。我知道啊。这个人他妈跳水还跳失败。哎、欸，冷没？嗯嗯，他冷没？嗯。等一下，不对劲。他还骗你下去啊？是不是？好像有点久。没看到冷没？我没有看到冷没？知道如果他晕了，他就沉到最底下吧。没看到人呢？那出事啊！他沉到最底下了。那白狼没了。拜拜。不举不卖。他冷了。他没救了。基本上应该是没了。我现在看一下。没有，深不见底。他变成那个，他变成那个亚特兰提斯的宝藏了。找国家救难。OK， 他没救了，这真的深不见底。他把自己存死了。小林呢？也是不会游泳的呢。嗯，看一下，晚上再开。一跳水就跳失败了，还想跳下去？晚上打地盘再开。阿里呢？阿里也不见了，在里面。他去笑牛牛，他死在哪里啊？看一下，是不是又不见一个？这首歌真的是适合小林的。我不知道，我们就笑他。晚上打地盘开，拜拜。直接到修款。